那个老人，然后老人就是说那个小雨在北方，但事实上其实在被囚禁在那个他们那个小屋里面嘛，哈，然后杰克斯特龙就跑到那个沼泽，是沼泽吗？对，沼泽，然后里面有个繁星小妖精又跑出来了，好，繁星小妖精，好，然后呢？我原本可以继续接的，可恶！阿基，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你说小妖精是？对，那我想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小妖精呢，其实，哎、欸，这个繁星小妖精，他其实是刚刚那个皇后 的手下。哎呀，又要被吓回去了吗？又要被砍了吗？要回去找衣服喽！我要砍了喽！然后这个皇后呢，其实是派这个繁星小妖精这个小偷，哎、欸，是来去偷这个龙的鳞片。哎、欸，当初皇后看到他，哎、欸，吓到，但是后来想想，原来这世界有龙啊！哦、他就叫这个繁星小妖精来去偷、哦，他想要做龙鳞包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有道理哦，龙鳞包包。好、哦，这个繁星呢，就就偷了那个龙的鳞片。然后这个杰克龙呢，就身上被拔了鳞片还不知道啊，就去傻傻的继续往北方飞，然后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就飞走了。然后这个小雨要被关注了，小雨被关注，我一直被关注，好吗？对，拍走了，还睡着。对，现在这个繁星小妖精拿到龙鳞片呢，就把它哎带回去给那个皇后。嗯，阿尔皇后，好，然后最后这个阿尔皇后呢，觉得很开心、啊、就跟这个跟这个皇。跟这个繁星跟皇后就这样很开心的度日子，度到很久很久之后，什么就很开心嘛，因为拿到这个时光飞逝，快出来啊！时光飞逝啊！快出现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你出现了没有？没找到意，那个主线已经不见了啦。衣服，小雨被关着，关着找不到衣服，小雨还在被说，小雨已经快死了。我还在睡，我跟被麻醉的恐龙一样，快衰弱致死的。然后渐渐的，那个繁星小妖精跟阿尔皇后渐渐的老死了。那他这个龙鳞片呢，一直没有想到要怎么用，于是呢，他就把这个临终前出来干嘛、啊？临终前把这个东西、欸、交给了他的儿女，自己的儿女。你说鳞片吗？他们是女的哎、欸，他们呢、啊？儿女啊，他們是男一个男女，他说儿女啊，对啊，儿女小偷跟那个啊，小偷跟皇后啊，对啊，小仙女跟对啊，皇后啊，小仙女皇后，应该是他、啊、没错。你说繁星小妖精，小妖精是他们呢、啊？没错，男的、啊。他们是，是小妖精，不是小仙女。小妖精，我跟阿尔啦，讲的小仙女，对吧、啊？我跟阿尔。然后就是儿女拿到的灵冬鳞片之后呢，啊，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往北方一看，这龙还在飞啊，结束。这龙好忠心哦，所以龙飘向北方了，好，飞太久了。结果绕了一大圈，那个衣服根本就不好去哪里。小雨，衣服不是有了？小雨怎么死了？进不下去了，进不下去了。我走之后就打断你们脱逃了。在杰克飞那皇后追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张卡我永远都盖着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一直期待有人回去救我，叫我脱逃就可以讲故事，但没有人救我。狼哦，遮蔽那张卡，狼。我从头到尾都盖着，你知道吗？怕，很怕。啊。来，结局放那个哦，结局放那个，放左边这个人。对，你的左边跟我的左边不对。谁啊？不要乱框。结局放这，结局放这。哦，北奶没了。好。还有一张哎。还有一张，不知道跑去哪。这个折，不然就抽到再直接丢进去了。抽到再丢进去啦，抽到再丢进去吧。好。天啊，我们两叠牌好像从头到尾有完整收好就一次而已，要一个人收就好了。这也太难收了吧？要一个人收就好。杰克史泰王力宏哎，好猛哦！对，我已经帮他打好名字了，对对对。啊，他下一局应该会换名字，先猜。那我们这一次箭头就换反方向啦。好，换这样。好，二三四五张就好了，这故事太长了。嗯啊。好。啊？你什么啊？我整理一下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看到熟悉的人了。好的，你说
你说杰克死在王力宏吗？好，那就换繁星啦。好，从前从前。有一个阿娥皇后，忘记讲这句。哎、欸，不是要从自己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我还没讲完。有一个阿娥皇后，嗯，她身边有一个小妖精，有没有小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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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继续哦，继续哦。有一个小妖精，他被皇后派去沼泽的小屋。所以小妖精是繁星吗？对啊，繁星啊，繁星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这个小妖精呢，很睿智。哎呦，他不会中任何 buff， 也不会受伤。中任何 buff 就这样讲，哇塞，这高招！然后他走着走着啊，因为皇后想要龙鳞片，所以他派小妖精去沼泽小屋里面。嗯，然后经过的路上看到有一棵树。有一棵树，然后树下面又有青蛙跟团团在打架，但是树的另一方看到一只很丑很丑的龙跟一个啊很丑很丑的龙吗？来来来，我就知道你衔接嘛，没办法、啊，杰克史泰龙又回来喽，杰克史泰王力龙，这只龙又回来找衣服了吗？哎哎哎，好，哎、欸、衣服这次可以找到了吗？我一定要把衣服再穿回来。我们为什么变这么进阶啊？对，要找衣服了。然后呢，那个繁星小妖精他在路上就是看到那个杰克史泰龙，嗯，然后他就好奇，就是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杰克史泰龙他要干嘛？”哎、欸，还没遇到啊？哦，还没吗？他是看到了、啊，对，在树的另外一方看到你们。嗯，对，哦、所以在树的另外一方看到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还是要在小屋遇到你们。嗯。有一些他可以先遇到啊，先不做事情。哦、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然后他就看到那个杰克史泰龙，他就过去远远看到他，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不是就是我要找的那个龙的鳞片，就是要找他吗？”好想看，好想吧。那我要偷偷的先在我这边做一个陷阱。又是陷阱，又是陷阱。对对，好像先做一个陷阱。然后他这个陷阱是什么呢？他的陷阱就是放了一些就是龙很爱吃的东西放在那边。然后杰克史泰龙刚好在那边啊晃啊晃晃就，就哦那边有东西可以吃哎、欸，然后他就很开心就冲了冲过来，然后就做了那个陷阱，哇，对，他就做了那个陷阱，啊，我现在不知道，姜菜吧，就是放了一些，他就冲过来就在吃，然后因为呢杰克史泰龙是一只会说话的动物啊，对，嗯。然后那个小妖精就跟他搭话，就想说以示一下他的友好，觉得哎，那个你现在是要干嘛？你为什么突然在这里出现啊？他说我没有，我有一件很喜欢的衣服，换衣服对不对？衣服，你要把它讲完。我说我有很喜欢的衣服，可是我穿不下。他说我要去把它施魔法，让它变成一件很酷的衣服。好。哇，这在施魔法那个时间点哦、啊，他在路上要去的路上。那其实呢，那个施魔法那个衣服，其实刚刚都说是我们杰克史泰王力宏施魔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其实不是哦，其实是杰克史泰王力宏，他是去一个洞窟里面，哼，然后找了一个女巫，帮他施魔法的。对，可是这个女巫呢？也不是说那么随便就直接帮他做这些魔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没有没有没有战斗，那其实我们要走支线任务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、喔、啊，对，这个女巫就说，因为其实女巫其实她有病，你知道吗？有病，她有病，有病，她有病。好，然后她就说她希望就是杰克史泰王力龙呢啊，去帮她找到一些东西，然后她才可以康复啊。好，等一下，先康复嘛哈。然后她就说，嘿。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？然后那个女巫就说：“你要去躲藏，就是找到一个那个躲藏的东西啊，躲藏的那个神秘大秘宝啊，就是那个你爸妈的结婚定情之物的戒指。嗯”好、哦，哎呦，我看过的故事，嗯，就是那个戒指啊，对啊。然后找到那个戒指，但其实那个戒指是那个女巫就是回复那个年轻样貌的一个魔戒。哇，魔戒都出来了，所以他就是要去找到那个魔戒，才可以让女巫康复这样子。
嗯然后我要抽卡，好，换小雨啦，你就像是大堆的那个，我帮你抽，帮你抽，就像是找戒指咯，他要让他康复是不是？对，哎，是小妖精去找还是杰克史？不是，是杰克史后来，对啊，是杰克史泰王力宏哦，杰克史泰王力宏。然后呢？老哪都会被骂，王力宏啊，王力宏，王力宏。然后呢？杰克史泰王力宏就想说。哎，他竟然要去找那个魔戒，然后他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他说：“啊，那我是飞起来好了，在天空中可能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。”然后他就在天空中啊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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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飞了很久很久，好像就是什么都没看到。然后呢，他就想说：“哎，该怎么办呢？”啊，他就想起来，他除了他，就是他以前有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好朋友。嗯嗯，快乐村的快乐老头，又接回去了。我又讲到肉圈圈，我乱了。哦，他有一个认识的一个，就是一个神秘的魔法师，好像魔法师的名字叫做秋风。哦，秋风可以。魔法师，对对，可是秋风啊，这个人他就是帮忙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他也喜欢收集一些礼物。嗯，对，他就想说啊，那我去找他之前，我一定要带个礼物过去。然后他就决定带个礼物去拜访那个秋风，这样。嗯，然后就飞过去，然后看到秋风就，哎呀，秋风啊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杰克史泰王力龙啊，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然后秋风就，哎呀，我记得啊，怎么啦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，还带了礼物，这么客气啊？然后他就说啊，没有啊，我要去，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喜欢的衣服嘛，你也知道，我真的就喜欢收集衣服啊，可是那衣服穿不下，然后可是我又没办法自己施展魔术，可是我就找了一个女巫，可是他说要帮我的话，他说我要帮他找一个他的魔戒，他才愿意帮我。然后那个秋风说，哎呀，你怎么那么麻烦，你不会先来找我吗？找我就好了嘛，那不用找戒指咯。然后说：“哎呀，那我就帮你就好了，你都带礼物来了，我就一起帮你啊。”然后这个秋风就啊，把他施展魔力之后，就哎，我帮你做好了，已经变成一个会跳舞的那个衣服啦，还就是躲起来了。然后杰克史泰王力龙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啊，在这一刻，他终于知道，哎，这个兄弟啊，他的兄弟有多么的忠诚。对啊，什么东西？所以秋风魔法师是跟杰克史泰王力龙是兄弟咯？对，他们是兄弟。他们是好兄弟，称兄道弟啊！这是可以变三个故事哎，变番外篇，好猛啊！这是番外呀，是另外一边。这从前从前也太难了吧？哎，这前传至少你看衣服真的有变到，真的有变到，有啊有啊，真的有说明为什么会变成那个会跳舞的。下一场会不会就变成峰哥的支线？然后你看这个也接我的刚好是接上的。我还蛮想知道那个煮汤的那个支线到底是。哎呀，来换下一个煮汤的支线。耶，成功了！快乐老头啊，六六六哎！小雨就一直困在村庄里面，飞进去了。对啊，结果我还没飞进去，笑死！好猛哦，大家都很会说故事，好恐怖，写小说算了。我以前有写过小说，我也有写过，难怪都会这样。哎，这里框起来，你要把它聚集在一起，按 G 好不好 ？G， 不用摇摇一摇那个哦 ，G 哦，哎。G 有摇会杀，难用难用啊！框起来按 G， 它就一起了啊！好，洗完了，哎、欸、没有，全部拿起来！干嘛笑成这样？我怎么觉得这牌是不是都重复的、啊？一直看重复。我觉得很多牌我们都没拿到哎、欸。对啊。哇，我怎么觉得我每一回的牌都不一样啊？好。我想一下哦，所以我们刚刚的角色是杰克史泰王力龙嘛，对，然后小孩团，然后影月是什么 小蝴蝶，然后我是小精灵，小蝴蝶哦，对，然后哈基是愚笨青蛙嘛，然后煮汤青蛙，然后喵哈是什么啊？他是爸爸，他是好多、哦，你知道他好多，他是龙的爸爸是不是？对，他是龙爸爸，然后小雨是小雨就小雨嘛，啊，泽平是什么？我是很丑的小偷，怎么样？我是很丑的小偷。哎，很丑的小偷没有加入这个组织，没有吧？你可以帮他创一个新的角色。小偷是我，因为我的那个啊，我的直接，哎，你不是小妖精吗？我是他小妖精小偷，所以
哲平还没有在这个大故事裡面，你还没有在故事里面，我就是有去藏秘宝而已啊。可是也是小事哦，可是个人小故事，哇，好难哦。对啊，天哪、啊，我想一下，你的故事后面总有个故事啊。不要给我开头，不要给我开头。那个番位片是趴在后面还是前面还是中间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跟龙是不是还在飞？对啊，那个龙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龙一直都在飞，管他要去变衣服的时候怎么来？好好好，那所以就换谁啊？所以隐约是蝴蝶，我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指定的。好好好，没有、啊，我刚刚只是随便乱叫而已啊，我是随便乱叫了，随机叫。嗯，所以你要学鸡叫吗？学鸡叫吗？好吧。好啦，换我好了。从前，学鸡叫，有一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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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运的星星。